这个是个农场，我们看看老牛都带着膘嘞，老牛都这么看着我们。农场啊，这牛都好奇地看着我们，这是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农场，我们可以这么近的看着老牛。牛啊牛，老牛看看，我们去看一看老牛啊，给老牛打个招呼。老牛还是很好看，这边是385公路，这边都是老牛，看多的，老牛有点激动了，牛，这边是前面是草，这边是牛，不能惊吓人家啊。这是内布拉斯加的牛场，这一家味道很可以，味道不是太大。爱你们哦。